兰青是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如果你想借由上我的课来靠近我女儿的话，那很抱歉，我实在没有办法。杨老师，我是真的想学做菜，想亲自做给叶柳吃。你一向都这么直接吗？直接才能表达出。 真正的心意。不过我还记得你上次做的话，要保持弹性。虽然我不知道我现在做的怎么样，好不好，但是我正在学。所以杨老师，我可以来上课吗？只要是真心想学做菜的人，我都欢迎。 谢谢。你怎么在我家啊？姐，来。等等等等等等等。他是来学做菜的。啊？爸。叶柔，试试看。这是他的第一次处女座哦。 开玩笑。你就试试看吧。怎么样？以初学者来说是还不错啦。 还是觉得我爸做的比较好吃。我要继续努力的。不好，都是接人生是啊。没有啊，那先开来看看。你搞什么啊你？ 我喜欢你。好的，辣孙启明。我知道我刚刚说的，你一定不会相信。你知道这鱼缸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知道啊，这个鱼缸就是你生命的全部。它已经不在世了。你干嘛啦？我要让你知道。 我永远不会再捕鱼，请你收下它，重新的接受我。 你很无聊哎，是，一次买12只，一打比较便宜啊。很无聊哎。还有你们，玩够了没啊？怎么跟他随时起舞呢？小慧，把那个玻璃扫一扫，很危险。好，去上班，去上班。无聊。